Hello, Style W 陈宇 Mary Claire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立阳。想要出去玩啦，但是要看工作有没有时间。想要去滑雪，回纽西兰滑雪，或者是去一些现在有在下雪的地方。其实我妈妈她一直就是有说，就从小自从现在，她说你什么时候帮我买一个钻石？可能对啦，就是一个保值的东西。但目前的话，可能先送她一些比较实用的。喜剧吧，对，因为其实两档戏下来，对演戏的这个节奏感有新的体验，然后有一些想要更加强的一些欲望。